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骨髓导师林俊一一 Sir， 今天很荣幸获得健身精灵空间邀请担任今次的评判。今次我觉得大部分的参赛者水准都非常之平均和都算高的，大家呢今天呢整体来讲有少少意见给大家。很多朋友呢都比较紧张，没办法将自己的声音呢用最舒服的感觉去表达出来。如果大家呢可以练习多一点，和多一点去尝试在朋友面前、家人面前呢练习一下呢，可能会提升你的自信心。同埋注意嘅就係咧，支麥咧經常都拎低咗，好多同學咧支麥擺得太低啦，變咗咧當音響一混合埋一齊嘅時候咧，你把聲又唔入麥，同埋咧經常好多人都唔會嘗試去行下喐下個舞台，佢多要留意下呢啲台風方面嘅問題啦，因為到時候都會有好多觀眾屋企人嚟支持你哋嘅，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呢三點啦。當然仲有其他 point 嘅，留翻俾其他導師俾同大家分享一下。跟住咧好快咧同大家會再見面啦，就係決賽3月2號同大家再見，到時見，拜拜。